佩琴的事儿其实也不能太着急了，这个不是个着急的事儿。江天儿，他不是我跟佳云亲生的。啊！这孩子肯定是抱错了。让谁抱错了呀？那能是在哪儿抱错的呀？抱错了。就只能是医院的，那你就肯定是出生的时候报错的吧？林玉，大暴雨，没事吧？大哥大嫂，大暴雨，没事。孩子呢？过去看看。对。全体人员注意，大暴雨致使山体滑坡，请服从指挥，安全撤离。穿好衣服，快转移。孩子呢？有营养师护送，前面不正好。哎呀，你别管我了，请看孩子。行，我去，我去。出哪了？我这是在。贾一鸣，贾一鸣。这儿呢。我找孩子呀。我们家女儿哪个是我们家？今天这个是。这么报错了，亲闺女在哪儿呢？不知道。到底让谁家给抱走了？你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那时候医院的病房都是混合病房，什么病人都在一起住，孕妇也跟他们在一起。哎，我记得依云是在曹阿姨他们老家那个医院生的江天啊。是。对。那天呢，我跟依云呢去看妈。回来的路上呢，他就早产了，就住进那个医院了。这事儿还真是不能跟江天说。前些日子一直为这孩子的事儿，你心里边这么难受，你说要再知道这事儿，哪承受得住？但是瞒得了一时，也瞒不了一世。这事儿，嫂子。先把咱们家的那孩子给认回来。什么人家？那人在哪儿？咱还不知道呢。认不认，我倒无所谓。我有江天呢。再说了，这得靠缘分。现在最重要的得找到他的亲生父母，咱得救孩子呀。都说说点上了，啊，当务之急咱们是得救孩子呀。那个德少，这样啊，金兰，你和江婷打明儿起，你们就负责江天了，孙子就包在我和袁硕身上了，你就全力以赴，一定要尽快的找到江天的生母，拜托了，啊，嫂子，我去找人，不管找到找不到，江天都是我亲闺女。千万可别跟他说出一个字儿来，啊！尤其是你，啊？不是吗？你碎嘴唠叨的。
要不怎么孩子生下来是这样啊？妈，您小点声。哎，你说他们家真的有西方基因啊？那肯定的。生下来就抱错了，难怪这些日子一直在那配型也配不上啊，就不是亲的。谁不是亲生的呀？谁不是亲生的呀？姥姥，您怎么出来了？江天呢？玩手机呢，不理我。哎呦，姥姥，走走走，我给您换一好看的台，咱看电视去啊，姥姥。谁不是亲生的？没有，您听错了吧？不是，我先自罚三个了。第一个呢，我不应该怀疑江天，那孩子是我也去了，我给江天赔礼道歉。第二个，我也对不住你，话说重了，可是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了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在下肚里能撑出来，别往心里去。第三个，就当我是老糊涂，我老混蛋了。我对不起依云啊。千万别这么想，依云他也不知道这个江天不是亲生的呀，是吧？他一直都以为是自己亲闺女呢。再者说了，就是养咱们江天那家人，他们肯定也不知道报错了。要知道的话，人家早找上门来了，对吧？将心比心，哪个当父母的不愿意见自己的亲生孩子呀？你呀，别管住你的嘴啊！啊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江天知道了，啊！不能够，不能够了。这个嘴啊，你就是管不住啊，你上把锁不行？好啊，好，我答应你的事儿，我专门为这件事儿上把锁，加密的，好不好？大帅，你得抓紧时间，想想这江天的亲爹娘他在哪儿呢？啊，我这孙子还等着他们救命呢，是吧？对了，那个我那化验结果出来了。大夫告诉我说，我们家的人都不灵光，我这个概率就更小了。你得想想法子呀。哦，你呀，把我妈照顾好啊，还有我这个小外孙子天儿，我嫂子，我侄女，还有你啊，放心，全包我身上了。拜托了的事，我去找。啊，天儿，天儿，你要觉得这么躺着不舒服的话，你把枕头撤下去，你顺利睡下去躺，要不你侧着。你怎么舒服你怎么躺吧。啊，天儿，别说话。那个咱儿子你就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，咱还是老规矩，每天我都向我的天儿汇报。天儿，我跟你说，袁硕真的挺不容易的，每天守在病房门口寸步不离的，医院的石主任都感动了。那他不是应该的呀？对呀，照顾儿子，自己的孩子还不是应当责分的吗？哎呦，姐，你快把他带走吧。早点休息吧啊！你微信给你开啊。走吧，走，严叔，快，咱早点睡觉。哎，我走了。
了吗？78。什么78？啊，没跟你说。我相信你的眼光啊，这个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呦，你这决策的事我可定不了。到时候开股东会的时候啊，你自己先审审啊，主要是吴淡如、马翔啊，你肯定能搞定。这两天我实在太忙，就先这样了啊。吴淡如。不知道人去哪儿了，都快急死了。是，我也围了半天了，一个也没回。这20多年了，这不是亲的也是亲的呀。是啊，我小时候现在亲生女儿站在我面前，虽然说有血缘关系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跟江天有20多年的情分了。这样吧，我回去吃口东西，洗个澡，换套衣裳，你再把我送回来啊。我爸一人盯着不行啊，我得盯。江天儿，好了，你他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让你下地，你怎么又起来了呢？哎妈，姥姥，我爸呢？哎呦，你爸呀，真是又要养家，是又养孩子，不容易吧？啊，哎，对，你大妈呀，给你熬了一点小米粥，你赶紧把它喝了，养养。啊，好好好，姥姥，你快去看电视吧。啊。哟，起来了，饿了吧？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我给你熬了半天了，这早就熬好了这小米粥。今儿这小米可是特别的好喝，有机小米，你尝尝你就知道了。大妈，嗯，我爸呢？出差了？怎么了？来，你瞧，瞧瞧啊，嗯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有心思出差？他也不惦记我儿子。哎呦，如何什么呀？这话你说的多亏心呢。你爸比谁都惦记你儿子，快喝快喝！你瞧瞧这小米粥，你瞧多稠啊！我里边还放了点那个枣啊什么的。不是，但是他出来他也应该告诉我一下啊。哎呀，那怕什么的？你爸跟我说让我告诉你，你当时才睡觉呢，怎么告诉你啊？不是，那再怎么说我跟你说哈，你要想找你爸，你给他打电话，这通讯这么方便，你干嘛呀？你爸就出个差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是吧？这个配型的这个事儿不能太着急了，啊，他不是着急的事儿，他不像说找个人帮个忙，哎啊，帮完了就得了，他是碰机缘的事儿，碰上了呢，哎，咱们就幸运了；碰不上，咱们就得等着这幸运降临在咱们身上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是，那再怎么说他，这什么时候呢？快吃吧。找谁？不找谁，麻烦您给我查一下病历吧。啊，病历哪一年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叫贾依云。依云？93年的，区卫生院的。93年的区卫生院的病历，肯定没有了。20多年了，怎么可能？像这种医院，它也就保留10年的病历。像你这个区卫生院的，它更没有了。不是那个，那93年区卫生院那个妇产科大夫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？那我还都有谁啊？帮你查查看吧啊。区卫生院93年的，哎，有了这个郭医生，他就是93年转到这儿来的区卫生院医生。有没有地址给我一个？问题是上海市。
最无助的事儿就是看着我孙子受罪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心里别提多难受。爸，爸，您别难过了，我已经向骨髓库申请了，孩子一定会度过难关的。请喝茶。谢谢。想问一下，你找我爸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就是想找郭大夫打听一下，20年前在区卫生院，他老人家还有没有认识妇产科大夫？区卫生院是老早以前的事儿了。是。那个卫生院早就没有了。哎，你找他们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呢，也不瞒您，我女儿报错了。啊，还有这样的事儿？不过也能够理解，找到亲生的即使不认，能够见一面也是好的哈。只不过我爸在世的时候很少跟我提去卫生院的事儿，也没见什么人来往啊。您父亲有没有那时候工作的一些朋友的电话呀，或者联系方式啊，或者是相片之类的一些东西？没有。哇，相片有的。哇，这啊都是我爸以前的照片，我爸过世以后呢，我就整理出来，也给自己留个念想。你看一下，这些都是他早期的照片，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。是你父亲是吧？啊，对。就是他，就是他当年给我女儿介绍的。哎呦，他我可没见过。不过，其他的人，哎，他我认识，要不我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哎。我是郭荣啊，想问你打听一下，我爸爸以前跟你提没提过去卫生院妇产科的林大夫啊？啊，没有啊。那你知不知道，还有熟悉我爸以前同事的人啊？啊，好的好的，谢谢您啊。还有一位，我帮你问一下啊。谢伯伯，你好，我是郭长林的女儿郭荣，想跟您打听一个人，就是原区卫生院的妇产科的林大夫，您还了解吗？林大夫是不是林凤霞啊？原来区卫生院没进妇幼之前就退休了，我2年前见过他一次，他腿有点不好，有点风湿，后来听说被他外甥接走了，无儿无女的，年龄大了没人照顾，说是把城里的房子给卖了。那您知道他接到哪儿去了吗？好像叫什么甄家庄，说是一个什么自然保护区，那山里啊负氧离子高，易于养老，不过我也没去过，不知道在哪儿。那您还知道还有谁认识林大夫吗？哎，我认识的人啊都向阎王爷报道去了，还真没人认识他。那谢谢你啊。谢谢。这刚才说是甄家庄自然保护区是吗？对。德顺公司的。对对对，江董最近家里有点事儿，以后物流这块呢我和你对接。哦，哎，你们那个德顺啊跟我聊过很多次了，说什么跨境电商啊，互联网加啊，四库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哎，说的我脑袋都大了。不过我是认为你们这个跨境电商很有发展前途。这就是我们策划的方案，您先看一下，如果需要补充我们再交流。行，那我先看看啊。哎，你看啊，
这是整个这个项目的规划。嗯，要是能找到的话，概率也是挺高的。概率挺高的？挺高的。什么概率挺高的？啊，那个，孟天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啊，这月子里不能到处乱跑，你回来才受了风呢，麻烦了。没事吧？我不冷。什么不冷啊？你这医院里边的空调都开着呢，那吹出来就是穿堂风，月子里做些病那就麻烦了。我在家里待得不踏实，这手在这儿，我心里也舒服一点。咱们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你现在主要的是回去好好休息。可是，爸，我这就不说了，就待一会儿，好吧？那，你们俩先聊着，我去买瓶水去啊。那您去啊。好。媳妇儿，有什么话你吩咐吧。你爸刚刚说话什么意思呀？他埋怨什么呢？埋怨我生了这样的孩子？怎么是埋怨呢？他是着急，他恨不得他替孩子生这病去。那着急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再说了，我儿子多漂亮呀。是啊，他不是着急这配型吗？你说咱孩子这模样，这配型……他模样跟配型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别人怀疑我就罢了，你还怀疑我跟凯特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现在保证啊，我绝对没怀疑你。没有啊？那谁去瑜伽馆打的卡特？你看你说这话，你就越说越不像话了。那江叔爸还打过凯特呢，我要说什么了？你提我爸干嘛？哎，你们俩人喝点。我呀，刚才想好了，今儿晚上你们俩都回去，就我在这儿盯着。那个袁硕告诉我了，说他在那个骨髓库都登记了，在国际那个骨髓库也挂上号了，是吧？你们都先回去，你换换衣服，好好的照顾照顾去。啊，行，走吧。行，对，听爸的，没事。听爸，就是孩子怎么样啊？放在骨髓库做了申请，现在等着配型呢。姐，你看这事儿。谁是你姐？你叫谁姐呢？我告诉你，咱们俩已经离婚了。写你说翻篇就翻篇啊！全国人民都知道，哺乳期离婚法律不允许。你这么快想到张天旺了，可能吗？这也不是我本意呀、啊，我冤。你别跟你瞎说了，咱们走。姐，姐，哎呦，叫什么叫？回去看看你儿子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天儿，以后出来不能不打招呼了啊。大妈，怎么还给我喝这么油的汤呀？油吗？哎呦，我撇了无数遍，你瞧瞧，这哪有一颗油星啊？我这汤里边可是搁了好多的补药，这是药膳汤，知道吗？听话，得多喝汤才行呢啊！那你先吃点菜。谈点事儿，你爸是吧？哎，德叔，大妈跟说，哎，德叔，哎，你江天挺好的，家里都特好，你呀、啊，什么都不用管，也不用牵挂，家里边，你就放心。好嘞，嫂子，辛苦你了啊。
那我挂了。哎，挂了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挂了？你现在在月子里面，不能老打电话。你没看那个电视上、报纸上全说这电话辐射可厉害了？对啊，有辐射是吧？嗯啊，曹阿姨，你瞧瞧，嗯，都知道。嗯，而且这电话你不能老拿眼睛看它，这个你现在月子里边老盯着这电话对眼睛不好。这样吧，不是这电话让你大妈出去呀？行，嗯啊，嗯，先不打，嗯，你瞧瞧，姥姥说的话你得听吧，那大妈替你存着啊。姐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啊，对我极其的不利。无论如何，您得在江天面前啊，给我多多的美言几句。怎么着，把自尊放到尘埃里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说我没事也吃饱撑的，这找那帮同学喝哪门子酒啊？我这个人办事你还不知道吗？向来都是没啥主意。我也是活该。袁叔，我真得说说你，平时我是真没看出来，看你那怂样吧。不过你这事儿办的还真挺漂亮的，这离婚协议你全都看到了，你还说你的冤枉呢？哎，你可真行。不是姐，您这不是要不是挖苦我吗？那个反正是这么着吧，江天甭管是讽刺我，是挖苦我，讥笑我，合同失口，怎么着都行，只要是不给我施加冷暴力，我就没脾气。江天这个人你不比我还了解他呀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他如果真的想离婚的话，他就不可能搬到月子中心啊，签个字去法院不就完了吗？这事我都知道，江天是这口气没出来，他这口气没出来，我这日子也不好过，不是？哎，姐，你有帮着迂回迂回，婉转婉转，敲敲边鼓。我啊，嗯，我把边鼓敲烂了都没有，这事儿看你怎么表现。闺女抱错了，孙子有病，这就是你，这样我早切菜了。你真是够强的，报错就报错吧，这么小啊，五斤七两，从小到大我是又当爹又当娘啊。江天儿，我闺女是我的生命啊，快乐的源泉，谁也不可能把江天儿从我的生命中拉走。没错，哎，当爹的为了孩子啥事都能干得出来，带孩子就跟经营公司差不多，全是心血啊，燕子垒窝，一口一口吐出一窝来。想想，累积出来的是金钱买不到的。找到有眉目了？还不知道呢，明天再去看吧。这一大早天没亮就出来，这晚上还没消停呢，别太累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得救孙子呀。干脆啊，就踏踏实实家里的事儿。公司这块除了财务你盯着点，其他的你就动动腿，我跑腿。有条件我上，没条件我创造条件也给他拿下。我没有看错你，我每天跑着江天的身世，是为了想起我丽云嫂子。云嫂子也不知道孩子报错，那肯定。算了，不说这事儿。那个私库项目，就盯紧点呗。你放心吧，我找肖伟已经联系过了，数据我们也进行过分析，只有针对性才能做出可信的安排。哎，另外你把那个旅游项目那块联系人也给我，你省得再管了，我都负责起来。我回头把公交给你啊，我先跟他们打声招呼。你喝点，回去早点睡啊。遗传学的东西非常复杂，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，而且医学上也没有研究透。但是有一点，如果能找到江天的父母或者他的兄弟姐妹，概率还是非常高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石主任。应该的。
外甥女儿就交给你了。您放心吧。辛苦。干嘛去？我想去看看孩子，这孩子又进监护室了，我不放心。哎呀，孩子，哎呀，你去了能有什么用啊？现在最关键的是，人家大夫还没找着合适的配型呢，你干着急，快躺着去吧。哎呀，躺躺躺躺躺，这我根本躺不下去，我在家里待的度日如年了。哎，天儿啊，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他现在孩子不是在监护室吗？你去了，你也是站在外边，你也见不着孩子，是不是？那你和在家里边躺着，他有什么区别呀？大妈，你也是当妈的人了，那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正因为我是当妈的人，我才心疼你呢。你在外边那站着，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啊！哎呦不！哎呦！哎呀哎呀！江天，你说的对呀、啊，你这坐月子应该躺在屋里头，不能外出的，受风啊，不然的话。你像你妈那样的，天天的找药吃。你瞧瞧，瞧，姥姥都明白事儿啊，姥姥都说了，你听话，行不行？啊，听话，别这么拧，快点。哎，你看，听说你给他煲点汤呗。哎，啊，我都给他煲好了，我给他盛过来。好，赶紧。啊啊，给您也盛来一碗啊，哎。跟你老丈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行了，我现在就给您送卡去 啊！不用，我都交完了。还有早点。大家听听手上工作，说个事儿。为了更好的推进新项目，我们江董亲自任命于富才于总为公司的执行董事。以后跟新项目有关的事情，向于总直接汇报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于总啊，把新项目做起来。哎，不是江董，你吩咐我执行行了，不用当什么总董事。就别谦虚了啊，我家里什么事儿你还不知道吗？好吧，大伙儿还有什么异议吗？大胆的说啊，于总，怎么庆祝一下？晚上我请客。好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谢谢于总啊。看来是非请不可了啊。孙子，我的大孙子。爷爷不敢抱你啊，怕传染你，感染你。孙子，睁眼看看，爷爷给你订的高级房间，单间儿。你爷爷我都没住过单间儿，知道吗？为我孙子花钱，花多少我都不心疼。哎。可是呢，我知道你也疼爷爷啊，
咱们赶快好起来出院，别在这儿乱收钱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孙子，都不知道你现在这有多帅啊！哎呦，比你姥爷江德顺帅多了，都帅呆了，知道吗？江德顺，江德顺，我终于有一样能比过你了，我的大孙子。